不是我怎么有一种感觉你像来踢馆来了呢？我不是踢馆，我要投诉。啊？投诉谁呀、啊？投诉你媳妇儿、你老婆、你太太、你夫人。这是我在咱们小区超市买的蛋糕。哦啊。我觉得这个蛋糕是坏了啊，你给见证一下。大米粒我了解，他不能把坏的东西卖给客人。这坏不坏也不是你自己家人说了算的，你自己看看。啊，你看看，这挺好的呀。那蛋糕坏了是能看出来的吗？挺好的呀。那蛋糕坏了那是能闻出来的吗？你尝。啊，好好好，我尝尝，我尝尝。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尝尝，我尝尝。坏了，哎呀，挺好的呀。你尝那一点，那能尝出坏来吗？你往里头尝。哎呦我，这行不？坏了。没有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我说蛋糕造型坏了。完美的一个蛋糕，直接让你掏一个大窟窿、大坑，你是不是坏了？大美，你这可有点太过分了，你不能这样，你知道吗？这不是你让我尝的啊？你万一让我尝完，你说你挖了个坑，你这不是坑人吗？你呀、啊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小刚子，生日快乐。大美。你太奇葩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可真行，你吓死我！哎，你咋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呢？坐坐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啊，我就是想借这么一次机会表达一下我平日里对你的感谢。看你，哎，刚子啊，你这嘴上有奶油是吗？啊，哎呦，那我弄我擦擦。没有没有，我给你擦。不用不用，我给你擦。来，你过来。不用，我给你擦。不用擦，我自己能擦。你不用。你过来，我给你擦。你过来。你不用，你。你把脸伸过来行吧？行。哎，干净了。哎，谢谢。刚子，我问你，哎，我给你过生日，你开心不？开心。高兴吗？高兴。然后呢？你走吧。我是要走，但是我都想好了，在我走以前，我必须要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，这个环节不能少。啥呀？那就是我要给你一个拥抱。这个我跟你讲，大美啊，心意我领了，咱不用，你这物业别人看见容易误会。误会啥呀？过生日拥抱一下不很正常吗？赵刚子，你有这种拥抱都抱完了，这是友谊的拥抱。友谊的拥抱，你抱一下啊。行，那既然街坊邻居说能抱，那我就抱一个，好吧？谢谢你，啊！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赵经理啊！赵副经理，你在哪儿呢？也真奇怪啊，这物业大白天的，你说没有人，你说这玩意儿奇不奇怪？你说，哎，上哪去了呢？这人啊，幺零，谁在喊我？赵副经理在门外呼喊我呢，我得去一趟。在这儿呢，赵副经理，于小俩，大梅姐。你们两个什么时候一前一后进来的、啊？一直都在呢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这最近呢，我这眼睛有点不太好使。我那个什么，你放心吧，哈，我这眼睛不好使，你放心，看不着你俩拥抱了啊。你回来，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，你过来。什么看不见我俩拥抱啊？我俩拥抱什么？你知道啥呀？你就那啊啊？我俩那不是那种你想象的拥抱，明白不？那是一种祝福的拥抱。对，是一种爱的拥抱。明白了，你俩这是一抱还一抱呗。像你们这样的拥抱，
你们俩报报应啊！啥报应？你回来！我跟他讲讲，你坐下坐下，你别毛躁，你坐下。什么报应啊？瞎琢磨啥呢？于小脸，跟你说是这样的啊，那个刚才呀、啊，你大表姐，哎呀，你都不用跟他解释，你该怎么说怎么说，就报吧，怎么地？不是，不是怎么地的事儿，不是他所认为那种报，明白不？报了，咱们就报，没毛病。不是报，咱们没来报。停一下，停一下，报和报停一下。你、嗯，咱们这么乱，报警吗？报警？报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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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？你怎么回事？你赶紧那个现在明白。我跟你说，这孩子，你把手机给我。你们要干啥呀？你们干啥呀？你们要啊？啊？你们来来来，你们哎，你下来。你都没碰我啊！哎，你作为领导，你把他叫下来。你下来。我跟你说，是不是灭口、关门、打狗，是不是？你放心，我不打你。你下来，你下来，你下来，下来。说好别打我啊！你听我跟你说。赵刚呢？赵刚呢？没那么复杂。啊、来，赵刚，把他架过来。你给我架过来，赶紧。你哪啊？架过来。啥玩意儿？你瞎子吗？你别老乱跑，你别老乱跑。我跟你说。这啥看见没？啥？蛋糕。这是一个生日蛋糕。哎哎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什么日子？今天是我什么日子？是你什么？是你撒欢的日子。我跟你什么撒欢的日子？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个今天是他的生日。听明白没？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明白不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臭刚子，亏了有这个蛋糕，要不然都说不清啊。对。明白了不？这就是证据。太明白了。哎呀，还亏了有蛋糕，我跟你说，要不然。哎呀，幸亏有这个蛋糕啊，要不然还没得说了呢。那个赵副经理，麻烦我问一下，是吧？咱们这个物业员工管理条例的第十一条上面是怎么写？第十一条是不能吃拿卡扣业主的东西。算了，这是啥呀？他没吃啊。你别解释，我就问你这是啥？这个是个蛋糕。这家横豆面都没了，来谁吃的？我吃的。啥味儿？奶油味的。好吃不？还行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这是谁还在这上杵着呢？啊！我天哪，赵副经理，你什么时候登上去的？你啊，看到这个画面，此时此刻你什么心情？我羞愧。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今天我是抓现行了，来吧，拍照吧，来吧。拍什么照？你啥道歉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跟你说哈，你别着急。我跟你说，他真没吃这蛋糕，这蛋糕是我买的。我买完蛋糕，我一看，我一闻这味儿，我说蛋糕卖的不太新鲜的，奶油是不是坏了呢？我就端这儿了。我赵刚，你帮我尝尝是不是坏了？我就让他，哎，我觉得其实有点坏，要不你也尝尝？对，是他说的是真实。让我尝尝。他说这坏，让我尝尝。这你也尝尝。让我尝尝。你尝尝。你大点口。那就别想贿赂我。哎呦我的妈！想要蛋糕堵住我的嘴是不是？不可能。别解释了，我都明白。你们两个人不就是找个没人的地方吗？一看物业办公室挺好的环境，是不是？拎着蛋糕过来，两个人偷偷的约会来了，是不是？别解释，别编了。说啥呢？我跟你说，其实就那么简单点事儿，给他过个生日，在物业又没有外人。对，刚子，完了，刚子，这是没外人啊，人家没人来呀、啊。别想，哎，刚子呀、啊，别想，刚子。嗯这气氛怎么这么尴尬呢？怎么的了？我一来卡住了。你这还使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去这边去！你咋解释？就没事瞎挨着个，挨什么挨？哎，刚子，过来，咋回事啊？那个媳妇儿，我跟你说，今天我犯错误。犯啥错误了？咱们物业有规定啊，第十一条不能吃拿卡要业主的东西、啊、我刚才吃了人家蛋糕了。吃了多少啊？你看，吃了一个横断面。
呀妈呀，这也叫吃啊？这要是我吃，只能给些剩下一个横断面。不是啊，快停一下。不是，话题唠错了吧？没说蛋糕的事儿啊。赵副经理要注意蛋糕以后发生的一系列动作，哈哈的在那取暖那个事儿。什么取暖？哎，瞎说！刚子，什么取暖？哎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啥动作呀？咋的了？还取什么？咋回事啊？你别听他瞎说。情况是这样，刚才呀、啊，就是那个。我不是过生日嘛、啊、大美给我送了个蛋糕，吃完蛋糕以后呢，大美说要给我一个祝福的拥抱，就抱了一下，祝福的、啊、抱了多长时间呢？抱了 一瞬间。一瞬间是多长时间呢？弹指一瞬间。抱了你说现在这抱什么抱？我现在越矜持对你的婚姻越稳定，你知道吗？我只要咬死不承认我就没事了。你是没事了，我摊上事了。干什么？你不说瞎话啊？哎呀，你嗨呀个屁呀、啊、你在这玩意儿。刚子过来，到底咋回事？我跟你说实话，大美没啥事儿，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，我过生日，她给我送了个蛋糕，吃完蛋糕以后，大美说给我一个祝福的拥抱，她说生日快乐，我说谢谢，就这样，就这么个情况。抱没抱？大嫂，看着办，俩人反正是抱了，你看着办。赵刚子，你知道人家为什么抱你吗？不知道。这对你工作的认可吗？在咱们这个小区啊，男女老少。猫啊狗啊，哪个没抱过你？啊！是。再有，身为物业副经理的太太，要有一个宽大的胸怀，要有一个像大海一样的胸襟。大米啊！哎。小脸，人家这一抱，说明啥了？说明啥？说明人家是合法的呗。那个，哎，就差不多得了，街坊邻居都在这呢，松手吧。不是我松手了，你嫂子把我锁上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嫂子解锁吧。啊、这都是误会啊！这今天好日子，来，我切蛋糕，你们一家三口吃的。说什么一家三口？胡说八道！咱们一家四口，不是咱们是一家人。对，切蛋糕来，是。呀，不对，啥意思啊？送蛋糕就送蛋糕啊？这怎么里面还有100块钱呢？收钱这可就责任大了啊！大美呀、啊。你这可就不对了，啊！你送个蛋糕，这是情谊，你给我放什么钱呢？你放钱不就摊上事儿了吗？拿走，收起来。这不是我放的，啊？干什么玩意？咋的了？开什么玩笑啊？我过生日，你随什么礼？你随什么礼？跟着起什么哄？干什么玩意？对，我收起来。我不应该。这是玩意。那行，赶紧收起来。那这100块钱我就收拾了。别钱，你给我拿出来。啥呀？就是你的，给我。啊，你的。这钱呢，是我放在这袋里的。为啥呀？这大美啊，为了感谢你这么多年对她的照顾，知道是你生日啊，就给你买的蛋糕。我说不行，刚子不能收。她说你放心，我有招让她收。然后我就把这100块钱放袋里了。哎呀，大美，这钱。你得拿着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心意我们领了，必须拿着。大美，必须，这钱必须收下。嗯，听见没？这是规矩啊，咱这是做人的底线，可不能把这事那什么了。收起来。收回啊！赶紧吃蛋糕吧，这是我买的，咱家蛋糕。哎呀妈呀，蛋糕咱家的吧？对。来，每人一个横断面，来整给他。来，我弄点纸啊。哎呦我，这挺好吃啊。啊对，哎，周副经理啊，啊，你来一下，你来，怎么的？毛病啊，这啊。什么毛病啊？蛋糕这个中间这不是有小黑点儿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啊？哪儿呢？就这儿呢吗？你看哪儿呢？看看，来，还小脸儿。